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像我一样做一瓶这样的香辣萝卜干，拌饭拌面都很好吃。萝卜干先腌制30分钟，腌出萝卜干特有的香味，再慢慢烘炒，这是这道菜做好的关键，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烘炒。烘干水分，榨出香味，放凉装瓶，放冰箱可以吃半个月哦。